发奔跑，扬声唱左右脚，要细水长流，心灵契合比较重要，我爱你永远不会嫌弃你虚两烦恼。游泳加慢跑，不言不求不飘，偶尔下下药，散步时心冷水澡，只希望扬名千日，我也不下绿水漂。关于投怀送抱，我们或许该反向思考，欲望太快太粗糙，会破坏美好。走马冰糕的广告，只会羞辱男人胡说八道。我才不需要任何壮阳药，只要起床好。出国啊？嗯，看我这样应该很容易感觉得出来哈、哦。不过拍谁啊？我是要去出差，我跟老爸报备过了。嗯，很好。阿雷兰哦，先赶快跟我清楚，你才走啦。我应该已经很久没有犯到你了吧？你是没有犯到我，但你犯到我们要我。我拄只看你伫家家的房间，你还在跟你狗狗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，什么叫四维八德啊？啊，家家现在是你的准弟媳妇呢，请问要为未婚妻呢？准弟媳妇就是她还不是我的弟媳妇，未婚妻就表示她还不是朱耀武的正式老婆，这是常事啊，跟礼义廉耻、四维八德没有什么关系 ，OK？ 你连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知道，你跟我讲基本常事？家家看见我是订婚，就为了挂秋季啊呢？啊！你现在继续追求他，你是要搞破坏吗？还是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啊？啊！朱耀武没有跟你讲对不对？我们有定好了约定，我们现在公平竞争，一起追求范家家。啊！吼！我看你那表情就知道，他绝对没有跟你讲啦。不过先讲好，我不是什么暗中搞阴谋、搞破坏。好，算算，不跟你讲，你祝我一路顺风，拜拜。我想过你娘了，我想。你现在是在哪哈？你在跟耀文什么公平竞争啊？什么要让他继续追佳佳？什么叫做不要胜之不武啊？啊！我给你取叫耀武，就是要你耀武，不是要你不武。你别讲，你先把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灯啊，来找我，我跟你讲清楚。喂，跟我清楚嘞。我先去上个大号。等你，林耀文，到今摆也未死心，还继续在追佳佳的代志，你知唔知？这耀文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你别给哈，你两个家妈子，你会不知道？当然不知道了。再说，我早就把耀武视为己出，我怎么可能允许耀文去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呢？你我就跟你讲，你心快，讲我再放啦！
公平竞争继续追佳佳这个事情，你事先不知道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让我去吧，再不去我要拉出来。我还没有说完，亚哥吴，你敢讲你无 cover 林耀文啊？你敢讲你没有帮助耀文，就破坏耀武跟我佳佳的婚姻？没有没有，我发誓，我誓死捍卫耀武跟佳佳的婚姻。我发誓，这样你放心了吗？好吧，你手放开，好吧，这你再不放，我真的要拉到裤子上去了。我还没有讲完呢、啊，你让我把话讲完。好，不去不去不去，你讲，你放开放开。我，喂！哎呦，真是的，哎，被我搞塞一碗。这几天你帮我好好盯着朱耀武啊，随时掌握状况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回来啊，一定就会成功把佳佳追到手啊，到时候让他来一个重剑落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有啊，是你哦，拜。继续删啊！哎，我刚听见好像是我电话是不是？今天永文卡来，我接的。哦，他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啊？对，他说呢，就让朱耀武结婚前夕让他峰回路转，中箭落马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哇！你搁敢讲你无 cover 恁朱耀文啊？你搁敢讲你没有帮他的忙，就破坏耀武要个佳佳婚姻？没有啦，我怎么会这样子做呢？你拢跟我讲啊，你别连着讲。你这小孩子在里面胡言乱语，你也会相信？你看，这个佳佳以后不管嫁给谁，她都是我们朱家的媳妇儿。你说，那我为什么要去挺耀文，不去挺耀武呢？因为耀武他不是你。你再讲，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我翻脸了。我一再强调，视如己出，耀武就是我的亲生儿子一样。耀文跟耀武都是我心中的一块宝。哇，好听好听，沙盲冷天给你拍拍手啊！好吧，那这样子你应该放心了吧？啊，等耀文回来的话，我会好好训他一顿。是啊，然后他私底下偷偷帮他嘛。当然不可能啊！啊，你记住，我罚。那这种事不罚是孙子，罚。我朱光年发誓，如果我不挺自己的儿子，讲清楚哪一个儿子。当然是朱耀武了，挺朱耀武。我朱光年发誓，如果说我不挺自己的儿子朱耀武，给我发音重一点，毒一点，惨一点，怎么那么狠呢？好，我就不得好死，天打雷劈。赞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好了，哎。那个，我刚刚都发那么毒的誓了，那你答应我的事，好不好？答应什么啦？复合呀、啊。复合？对。好啊。哦，真的。但是呢。等你啊，这个真心的祝福我们耀武要佳佳百年好合，等他们两个都完婚的时候，我就跟你复合了，好吗？来哟，你的手机。哎呀，又拖到什么时候啊？
苏耀文啊，苏耀文，你把老爸给害惨了。老爸真是被天打雷劈的话，我一定会拉你一把，让你一起被打。二姐，你怎么昨天晚上那么晚还在上网啊？我昨天三点多起来上厕所，还看到你哎。范晶晶，你会不会太超过了啊你？就算你现在不用早起，不用上班，你怎么可以上网拖到这么晚才睡觉啊你？哎呦，哎呦！我就上网玩 game， 一发不可收拾嘛。哎，对对，怎么样？朱耀，我明天要怎么帮你庆生啊？是要帮你办一个疯狂的 party， 还是去洗一个浪漫的温泉，然后来个烛光晚餐？餐具你们排一排哈，我去拿那个生菜沙拉。不会吧？二姐，我测试过了，耀武哥根本不知道大姐明天过生日。他不知道，跟耀文哥一样啊，两个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哪有这样追女孩子的啊？口是心非，光说不练，表里不一，虚情假意。哦，真是披着羊皮的狼啦、啊！哇，你那么激动干嘛、啊？哼！哎、欸，再说，你又知道朱耀武他不是故意的、啊。不露痕迹，让人家根本以为他没有注意到。然后再来一个 surprise， 这样才好玩嘛。哦，可是耀武哥有可能变得这么浪漫吗？也不是完全没这个可能啊，是不是？嗯。朱耀武，你居然连我姐的生日都不知道。哎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你在我姐心中一定会大大扣分。我不就更有机会等到你了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想法太自私了啦！哎，只能怪我这个人真的太好了。让朱耀武去看我姐的身份证吧。哎，二堂哥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我手受伤，还要麻烦你帮我绑鞋带。哎，还有还有。昨天大伯母晚上训你训了那么多，在训什么？哎，你别管那么多了，你的手什么时候好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可是我觉得应该很 OK， 应该好了、啊。很 OK？ 嗯，另外一只脚我自己绑哦。哦。哎，还是我觉得他还没有好。哎，我怎么突然想要去看佳佳的身份证啊？偷看身份证，这样很奇怪吧？走走走，跟我一起去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你什么忙？你帮我引开他们啊，不然我怎么偷看佳佳的身份证啊？我这样很低级耶，这种低级的事我不做的。这样低级？那你昨天在 Luxy 发生的事情不低级？你不怕我告诉亮亮吗？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？要是佳佳姐去上班，怎么偷看身份证啊？你们厉害。早啊。早啊。早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佳佳。嗯。你明天生日怎么没有告诉我啊？我差点 miss 掉你的生日哎。六哥，你刚的意思是，你不是早就知道，然后装作不知道，然后想要给大姐一个 surprise 哦？我是刚刚才想到，不对呀、啊。可是我不记得我有告诉过你我的生日是哪一天呢、啊？我哎呀，想起来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佳佳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刚都跟你说没有关系啦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来吃早餐啊。哎，不然这样好了，那佳佳明天生日，我们晚上一起帮她庆生好不好？嗯，哇，姐，嗯，朱耀武这种态度，得一分。啊，如果礼物很好的话，就加两分。
这样子反过来说，朱耀文不吭不阿的出差扣一分，什么礼物都没有送的话就扣两分。不对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，我二堂哥跟佳佳姐关大堂哥什么事？为什么要什么扣分不扣分的？因为啊，他们说要公平竞争啊。哼，你看我无聊哦。啊，订婚的订婚啊，要你母亲出来，什么的公平竞争呢？妈，一大早不要那么生气嘛。哎，对了，佳佳明天生日，我们一起帮她庆生好不好？佳佳生日哦，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啦。我未来的媳妇哦，啊，头一遍的，咱当然可以生日。这个哦，面子里子我拢爱做个搞。这趟进明宫哈，嫁给我们耀武是明智的决定啊！谢谢妈，来来来，吃饭吃饭吃。哇，大家对我好啊！佳佳生日，啊，耀文刚好去出差哟。嗯，对啊，他去香港还有上海出差两天。两天，啊，那对我好哦，没有办法帮你过生日。哼，你看看这里了。还娶那公阿家好听，这边要公平竞争啊！什么不放弃佳佳？明知道佳佳生日，跟你公阿娘哦，赵燕怎么出差？没有啊，干妈，耀文哥好像不知道这件事哦，他不知道大姐明天生日。哈，你公阿嗨啦！哼，你看，娶公要追人家啦，连人家的生日哦，啊，算了算了，来公，我来公。女人哦，如果嫁给这种男人哦，真正安尼水到浸锅咸菜龟，真正落十斤落嘞。妈，你不要这样讲他啦，说不定朱耀文知道佳佳明天生日，会想办法赶回来啊。哟，黑马阿姨知影这样了啊？哦，在电话看，应该只有一个人会去通风报信打电话给他啦。我怎么可能会呢？我一向对大伯母忠心耿耿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大跟大堂哥通风报信呢、啊？亮亮，这个男人哦是要管教的，懂吗？收到。朱耀威，右手举起来。干嘛？跟着我念。我朱耀威，如果在48小时之内打电话给大堂哥朱耀文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快说！我朱耀威，如果在48小时之内打电话给大堂哥朱耀文的话，就天啊！哎，你问啊，好，搞讲好清楚嘞啊！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Very good， 你如果想死，你就去说啊！来，大家赶快吃。哎，你没事跟着大人叹人气啊？今天已经很忙了，明天更忙，我连跟亮亮约会的时间都没有。明天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明天佳佳姐生日啊，要买礼物，要布置家里，大伯母一定会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忙忙死了。明天佳佳生日，嗯，佳佳生日耀文不在，佳佳生日，那不是便宜朱耀文的小子了？不行，朱耀文，你马上打个电话给你大堂哥。我？哎，不行啊！有什么不行？就打个电话有什么不行啊？不是啊，大伯，我跟亮亮还有大伯母，还有在所有的面前发过毒誓，我绝对不能跟大堂哥通风报信啊！发什么毒誓啊？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哦，哦，那也等下雨打雷的时候啊。那你如果现在不打的话，不用等到下雨打雷，我现在就让你不得好死！哎，等，大伯，好，怎么？他们叫你不要讲，你就不讲吗？你搞清楚，你姓朱哎，还吃我的喝我的20几年了，你大堂哥还有我大伯
是你生命第一位，你自己的小命排在第二。十八，你懂不懂？哦，真是卑鄙啊！既然欺骗我跟耀文呢，啊，干嘛？想让耀文提早三阵出局是不是？啊，哼，我们朱家男人都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岂能忍他们这样的任意宰割啊？对，大伯您说的是，不如你打电话通知大堂哥好了。我要是能打，我还叫你打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有发过毒誓啊，说如果帮助耀文追佳佳的话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啊？哎，他那就都不要打嘛，就大伯，我们装不知道啊，装作不知道嘛，好不好？那就忍一下就过去了嘛，大伯，切菜，装作不知道就好了啦。忍一下，我忍什么忍？我忍什么忍？我忍什么忍呐、啊？忍，铁铮铮的汉子一条哎。我岂能让耀文这样子错过这大好的机会，然后把佳佳拱手送给那个朱耀武臭小子？这耀文要是不闻不问佳佳的身世，不，那岂不是就深坑过去了吗？深坑过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死定了。死定？死定了？哇塞，大伯你好有学问啊。那这个石定再过去呢，就到那个十分寮瀑布啊，然后旁边有一条路，那个是啊，这你当我卫星导航啊？这不是重点、啊、对，现在重点不是这个，我们重点呢是要赶紧通知大堂哥。我们怎么可以让大堂哥错失这个大好机会？我们朱家男人是铁铮铮的汉子，铁铮铮人宰割，我们怎么可以把现在姐就这样拱手让给二堂哥呢？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电话。对，打电话。嗯，对，我打电话。嗯，打。你来讲话。对不对，大伯，这我都干嘛？那电话我拨的，话你讲的，那要是天打雷劈的话，咱们一人一半，这死不了人的了。啊，快打啊！大伯，快打，不然我啊，我打，这打了啊，别冲动，不通，不通哎，大伯，我出狱了，不通，你听。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，哈哈哈哈，不通就算了。哎呀，看样子我们两个注定不会天打雷劈。哎呀，可是还是总得想个办法呀。这，哎，有了。我可以再慢慢的哭，哎，有了，我可以帮耀文先买个生日礼物送给佳佳。哎，这是啥？烫伤药啊，上高级的呢，我开9800块。你摕这么贵药要创啊？要让恁翁猪肝连卖啊！啊！伊手唔是烫伤，对不？嘿，这若拔落去哦，保证。等下，你讲你开9800这药啊，要伊拔？你敢唔知伊若知影你是谁，伊血压都抬天呢？无要紧啦，你莫互伊看到我就好啊。可再讲，你敢唔是摕10000块给我？我是足歹势，家己含万万来当牵拖别人，对不？哎呀，可再讲，你当地瓜人。也不是歹人啊，伊即马手烫伤啊，袂当做事啦，影响着你嘛，影响着伊嘛吼，所以，提灯去我啦吼，爱去，一工我三届吼。哎呦，你人也是足好的呢。不啦，啊对啦，啊你讲要甲我介绍头路，啊即马敢有消息啦？啊，会啦，我真紧就替你找头路啦，你放心啦。啊，安尼就安尼好，啊，若无一直困戆，嚯，梦足高诶！啊，不，连哥，
我先来先。啊。哎，黑姐，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约的朋友在这边拿东西啊。约朋友在这拿东西？嗯。为什么不直接送到那个十八就好了？到这边见面。你是不是跟那个小廖？跟那个小廖？啊，这鞋又被软工伤了。什么的小廖？本来是不想让你知道的啦。啊，拿去啦。这什么？9800嘞啦。9800什么？烫伤药膏。哇，一个烫伤药膏要9800，他怎么是会唱歌还是跳舞啊？会吹喇叭嘞，人家说在日本进口的很有效，哇沙刚都好啊啦。本来想说给你一个惊喜，我还给你讲。你为了我手烫伤，去买那个烫伤药膏。对不起，我还误会你，还污蔑了你啊。对不起啊，安姐。没关系。我知道你要跟我谢谢啦，那个你用嘴巴讲就好，你免卡来就来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是要跟你说谢谢。好，你们不用客气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不是，你听，哎。嗯，我亮亮没来柜台，是在北宋哟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厨房了。啊。我一定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，我袂记哩。啊？什么？来，你手下啊，你买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上相啊？这个啊？啊。这个，那个，嗯、那个我既然要祝福那个耀武跟佳佳，啊、嗯，所以那佳佳生日嘛，我就送她个生日礼物。你知道佳佳生日？对啊，上次我帮他们那个姐妹俩办那个流动户口的时候啊，我顺便就记了一下他们俩生日。哦，阿雷啊，所以你这个就是要送佳佳的生日礼物嘛？啊，对对。还是啊，你给我爹干嘛爹？啊，他也根本不知道佳佳生日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帮他准备生日礼物要送佳佳？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我怎么可能帮耀文送的？这是我自己送的。是吗？当然啊！哎！拿来拿拿！够骗了，够骗了！哇，佳佳，生日快乐！爱你的耀文，我的呸！哦，你实在，你卖搞讲这礼物吼，是伊买你退上。我的辛苦，我送出什么刷卡单还是发票，你的再见。好，我承认啊，这礼物是我帮耀文准备的。好，我承认。找个公司秘密啊，说你不会 cover 他。公司秘密哦，你誓死捍卫耀武跟佳佳的婚姻啊？是。公司秘密哦，下面人哪讲哦，耀武不是恁后生，你该避免啊？是。公司秘密，耀文跟耀武都是你的宝。是啊。我还给他几袋鞋嘞。你爸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在叫大伯，火鸡来了。我在祈雨，哈哈，人啊，有人救助啊，哈，公司命啊，如果帮耀文去追佳佳，哈，如果呢破坏耀文跟佳佳的婚姻，就被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来哦，落雨去落雨，来打雷啊，打死他，劈死他！呜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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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呜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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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必要这么狠吗？啊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啊！我只不过花了36000买了一条珍珠项链送给佳佳当生日礼物，你这小事一桩，你何必那么计较？也36000哎，哈，36000哦，看你好像开36000杯珍珠项链赏，这不是追他吗？这是不是破坏呀？跟佳佳的婚姻是什么啊你啊？我刚刚已经说了嘛，我道歉，那礼物我收回。收回，收什么回啊？哈，我跟你讲，刚好，哇哦。
也想说哈，送佳佳一个哈珍珠项链啊，多多还好，什么什么东西嘛？这样子啦，这条项链多我都提来送你哈。哎，对，你送那我？你放心，外公，这是我们两个合送的，三万啦，我离开，明天我来送 ，Thank you。喂喂，干什么啦？等一下，我那个给我那个创伤药膏给我啊！你到啦？那个袋子里面。啰里吧嗦的。可以啦。又聊三万六。晶晶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现在是怎样啊？你call我出来，我就一定要赴约吗？而且你还迟到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啦！这件事也只有你能帮忙啊。明天就是你姐生日了，我想了一个晚上都没睡觉，还是想不出来生日要送她什么，所以主要我，你这训到爆炸哎！好，你之前呢不知道我姐生日是几月几号就算了，哎，现在你连送我姐什么生日礼物你都搞不清楚，所以我才需要你帮忙啊！你知道这方面我真的很逊，你不帮我，我一定会输给朱耀文的啦。我不要。一个名牌包。你现在觉得我很虚荣就是了。两个。搞定。你连我姐喜欢蝴蝶你都不知道吗？蝴蝶，我跟你说，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跟那个沙痕大有来往。你说谎，骗人，没跟他来往，那为什么会有那段恶心巴拉的简讯？什么恶心巴拉？他只是问我有没有认识会修电脑的人而已啊。你看你看，帮他讲话还说跟他没来往，你下流，你不要脸。不是啊，我真的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啊。哎，亮亮，奇怪啊，为什么要冤枉我呢？我明明就是清白的，更何况，人家传简讯到你手机里，你也只能收啊，啊，不然要怎样？说啊，说啊，那你说说看，他为什么会有你的手机号码？不是你给他的，难道他偷领了？不是我就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！哎。亮亮，哎，亮亮，你，这奇怪，我怎么知道他会有我手机号码嘛？又不是我给他的，奇怪，怀疑我对你这么忠心耿耿，要不是因为你那戒指，我手会烫成这样，早知道我就……对呀，早知道，好是怎样？你分明有鬼，你想找台阶下，直接跟我气就对了啦，你。我没有啊。喂，哦，是我啦，我跟你。你看你太过分了！我一不在，就直接快打电话给他，是谁呀？他同意，他胸不大。不是啦，我不是大概巨乳，我大概巨胖，拜你听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你这是莫名其妙吗？你这个神经病。喂。喂，不是啊，你也不要听，不是，我不在骂你啊。巨炮，我跟你讲，你那边不是有很多水晶吗？你帮我选一下，选漂亮一点，然后你要包装的很漂亮，随便帮我挑一个。啊？哦，不是啊，我女朋友生我气啊，买个礼物取悦她一下嘛。好，反正我跟你说哈，你包装那礼物之前呢，你先放里面放一个卡片，上面写说你是我的巧克力，永远爱你的耀威，这样好不好？OK 哈，好，那谢啦，哈，好，拜。奇怪，那个沙很大，怎么会有我手机号码呢？啊，还是他跟人家打听来的？咦，他杀到我了？
耀哦，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，你下午突然失踪，手机又打不通，什么意思？哇！哎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是去打越战还是干嘛啦？抓蝴蝶啊！抓蝴蝶？对啊，你不是叫我送你姐蝴蝶当做生日礼物吗？我说，所以我一听到之后，我就马上跑去山上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花一下午的时间才找到这一只。哎，它是凤蝶哦，很大很漂亮的。你，哎呀，你放心啦，你姐一定会喜欢的。你要不要看？我给你看一下，很大。你要看？你看啊，你看。不会动哎。啊，死掉了哎。这样子啊！哇，你这很笨的你！你这样把蝴蝶抓来，它真的会死掉啊！谁叫你真的去抓一只蝴蝶啊？你我哎，我只说了"蝴蝶"这两个字啊！我是想，我跟你讲，比如说呢，蝴蝶的饰品啊、衣服啊，反正只要是蝴蝶的东西，我姐都很喜欢。谁叫你真的去抓一只活的蝴蝶啊？你这样很不人道，很残忍，很不懂爱护动物，好不好？还敢拿来献宝，猪头！而且你为了抓只蝴蝶，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，你有没有脑啊？呀，你别气啊，我跟你讲，还来得及。那我现在去买。你说只要是蝴蝶的饰品都可以，包包，还有衣服，都可以，随便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好了。啊，哎呦喂！你怎么了啦？没有啦，我去抓蝴蝶的时候就不小心滑倒。哎，你先坐着啦。等一下。我可以带满满的苦，而不是随着需要入。我去抓蝴蝶的时候就不小心滑倒。哎，你先坐着啦。等一下。以前只要躺着，一碰到别人，或别人碰到我，我就会立刻弹开的啊。这一次跟你，怎么就不会了？真希望时间可以永远停在这一刻，但不是用魔法。对不起啊，我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坐起来，我帮你擦药。我坐起来。哦，哎呦喂呀！小心。那个，你房间有急救箱吗？还是？房间没有哎，要到楼下去拿。我去拿。哦，不用，你等我一下。哇，你那么快啊？你去哪里拿的？管那么多啊，把裤管先卷起来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。哦，忍耐一下。肿起来嘞。哦，忍耐一下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朱耀文，你知不知道以前啊，朱耀文跟孟婉玲在求婚的时候，他有拜托过我姐手工制作一个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婚纱。手工婚纱，哇，你姐会做手工婚纱？她会啊。哎呀，那不是重点啦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呢也去弄一件手工婚纱来当我姐的生日礼物。如果上面还绣几只蝴蝶，我姐肯定爱死了。我去做手工婚纱，这难度蛮高的哎。我的意思。不是要你自己制作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去弄一件 ，OK？ 弄一件，
是去买啊？哪里有在卖啊？而且生日礼物用买的，好像很没诚意耶。如果我去学，一定会来不及啊！你看他明天就生日，一定来不及啦。好，我帮你弄，我帮你弄，这样可以吗？满意吗，大少爷？还好有你在。大伯。手上拿什么？这个，做水晶啊。这个要10000多块。这么大手笔啊。来，我看看。来，我们两个一起拿。我看。漂亮哎。好，那就这个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准备把它当成明天的幽闭。万一你大堂哥来不及赶回来参加那个佳佳的庆生会，这个就当作是耀文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不是啊，大伯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这我马上拿给亮亮的。这么小气呢？这不再买一个就是了嘛，又不是不给你钱。你看多少钱？等你大堂哥回来给你。你不是已经帮大堂哥准备好礼物了吗？是有啊，可是被你大伯母半路杀出来给没收了。不是，可是我好了，啰不啰嗦啊你？除非你想看到这个耀文出包，让那个朱耀武赢了。我没有这样讲哦。那不就得了，再去买一个就是了。好啦。你还不是一样半路杀出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啊。范晶晶，范晶晶，范晶晶。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，提着菜篮去市场。起床喽！我已经起过床了，我现在呢是要睡回笼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对了，我怎么说是差点忘了我？对，我要弄一件上面有漂亮蝴蝶的手工婚纱，用朱耀武当生日礼物送给我姐姐。对，醒来！哇！好正点哦！不晓得穿起来正不正点。晶晶，晶晶，干嘛？我打你电话，你怎么都不接啊？本小姐在睡觉，怎么接啦？你还在睡觉啊？你不是答应我要帮我弄那手工婚纱吗？弄了，现在让我房间里面啦。我当然紧张，那给我看一下嘛。这里看一下。你不给我看一下，我晚上在送你姐之前，如果有人问我它是什么款式、什么颜色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就糗大了。也对啦，等一下。这山那么长，我是要怎么搬下去啊？穿下去，啊？穿下去给他看，穿下去给他看。马上下去哦！等一下，绣着蝴蝶的手工婚纱，不
知道好不好看呢。佳佳应该会喜欢这一份生日礼物吧。你现在是怎样啊？都不说话，是很难看是不是啊？有主要物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是不是很难看啊？吓到你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怎么会啊？哎，你超漂亮的，是吗？对啊。虽然你跟我说除了你姐之外我不能再称赞任何女人，不过你真的穿这样好正哦。啊，那就好，总算没有白费力气准备这个婚纱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只要不要画那个吓死人的烟熏妆啊，你真的很正呢。哇，哎，你觉得 OK 就好，那我上去换下来啊。哎，我再问你啊，你刚刚说我看起来怎么样？很正啊。你那我上去了。哇，青青好漂亮哦，这手工婚纱。啊，哎，完了完了，那手工婚纱是什么款式啊？蝴蝶在哪里啊？哎呦，虎在干什么啊？哥呀，你想把你二姐当菲佣就是了，没带手机还非要我帮你这个大小姐拿来。反正你整天待在家里又没事做。错。哎，我是不屑就业，不是失业，而且我很忙的。我，你呀，要灵光一点，不要老是丢三落四的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我就生气嘛，气到连手机有都忘了带。你生什么气啊？哦，朱耀威他要招惹你了。他招惹的不是我，是你那个学妹伤很大啦。伤很大，对啊，二姐，昨天我抓到那个朱耀威跟伤很大暗中款曲啊！哎呦，那么劲爆啊！哎，那他们是开房间还是车震呢？朱耀威大改，我一定把他水质玩断。所以那是伤很大传简讯给耀威的，伤很大传简讯给朱耀威。是不是问他会不会修电脑啊？二姐，你怎么知道他传简讯给耀威，问他会不会修电脑？废话，那沙很大问我说谁会修电脑，我就把朱耀威的手机给他，叫他自己问。哦，你为什么不早讲啊？你害我误会耀威了。
题的事有什么好讲的？哦，你就因为这样生猪要为了气啊？这也太幼稚了吧！哎，对对对，我想到了，怎么样？那个猪耀文还是没消没息吗？嗯，我觉得耀文哥他应该是来不及参加大姐的庆生会了。嗯，二姐有个问题，我一直很想问你哎，我觉得耀文跟他这样横刀夺爱，真的是很不道德哎。而且大姐她跟耀武哥都要订婚了，她还这样子摆明的呛下，说要把大姐追回去，真的是太超过了。还有，为什么你大姐还有耀武哥要同意这件事情啊？哎，你就说你是小孩子，你不懂的嘛。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回来了？我出完差，我不回来，我要去哪里啊？出完差怎么可以？诸葛亮，你有毛病？怎么可以啊？神经病！哎呦，姐，怎么办啊？我原本以为耀文哥他根本不可能会参加大姐的庆生会。哎呦，现在。哎，这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，想不到他居然提前回来了。哎，不过看这样子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大姐生日，是吗？一定是。哎，不然按照朱耀文的个性，他一定会呛下说：“哇，我准备好多礼物啊，哈哈，我要打败朱耀武，我要打动大姐芳心。”那怎么可以？你神经啊！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啊？怎么做？你要让他一整天听不到、看不到，完全没有机会知道大姐今天生日吗？哼，这不可能的嘛！不可能，也要变可能。亮亮，你干嘛啊？照你刚刚讲的，耀文哥这八个小时之内看不到、听不到。我可以再慢慢的哭，哎，这电视是不是？这个扶手之间在暗号上面坏了。那么多插座，我声音怎么不响？我声音怎？跟后面上来的。啊！一场比赛能稳。啊！我听不到。怎么这样？哎！朱耀文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朱耀文。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听不到声音了？耳朵坏掉了。朱耀文。你干嘛没有敲门就进来啊？还好。我说你干嘛没有敲门就进来？你听得到我声音吗？你不要故意只动嘴巴不出声音啊！你神经病啊！我，你到底怎么啦？啊？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啊！坐。对，那个，听不到。什么？你刚下飞机，所以可能你的耳膜没恢复正常。哦。是这样吗？因为下飞机没有恢复正常。相信我，我呢，也遇过这种状况。只要睡一觉，睡到
5点就会好了。睡觉就会恢复？对。你确定睡觉会恢复？会。你快点去睡觉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所以我睡到5点，它就会恢复了。对，5点。确定？确定。快点睡。好。弟，二姐，燕文哥怎么样了？你呀、啊，你要是敢乱施魔法，我就叫大姐修理你。人家也是为了大姐好啊。怎么样，燕文哥是不是看不到、听不到？看得到，那耳朵听不见了啦。哎呦。我的魔法，我真的是越来越逊，越来越不管用了。无所谓啦，反正呢，8个小时以后它就恢复自然，恢复正常了，好吧？倒是你啊，你呀、啊，给我好好看紧它。要是让人家知道它变成聋子，就完了你。知道啊，反正又没有人会去那间608，而且也没有人知道耀文哥出差回来了。OK 的。最好是这样啊。嗯，我走了。二姐去哪、啊？三重。三重？为什么要去三重？你整天都去三重。你管那么多干嘛啊你？我跟你讲，你给我好好看好他就对了。好，拜拜。拜。三重？是不是整天都去三重啊？奇怪。你讲那个廖正阳哦，嘿，伊较早吼，我就拢叫伊阿阳啦，是迄个对啦吼。对对对。太好了，你认得他？请问一下，他现在人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本来也知啦，那过两年前哦，我听伊讲伊哦，母一件啊代志哦，真大条啦，啊，甲因某啊气甲破病，啊，煞过往去，啊，伊为了囝哦，就袂插伊啦，啊，即嘛真久哦，都拢无联络啊哩。是哦。啊，老板，那没关系啦。嘿。那我留电话给你好不好？哈啊，如果你有看到他，就跟他讲说，我找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请他一定要跟我联络。哦，来来来，这我电话。好，谢谢呢。哎，别别别，谢谢谢谢。爸爸一直拢有在甲你关心，常常来看你。也毋过我知影你怨恨我，袂当原谅我，所以我嘛只好徛伫遮看你。哎，看这个情形，这个查某囡仔。应该是阿伟的女朋友哦，吼，阿伟的眼光袂歹呢。哈，选你一条哦，原来阿伟也要结婚了，赞赞赞赞赞，婚后几秒我抓幸福啊啦，阿伟啊，结婚了，你都有自己的家庭。后半世人有牵手来甲你陪伴，来甲你照顾，爸爸总算会当放心啊！阿伟啊，爸爸足希望会当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也毋过，敢有可能啊？你敢愿意，予我这个失败的爸爸出现伫个你的婚礼上？啊，那个房间啊，尤其床底下要好好收拾。哎，谁？哎呀，小子回来也不打个电话，真是。
啊，那你到别的房间先整理，晚点再过来。好好好，是年哥。小子，几点还睡啊？对啊，喂，有紧急状况了。爸，怎么了？你干嘛那么大声啊？我耳朵听不到啊！你讲话慢一点。小子，嘘。哦哦，小声，我知道。啊，好，我跟你讲啊，有紧急状况，今天是佳佳的生日。什么？听不到，爸，慢一点讲清楚，我耳朵聋了。好，你耳朵聋了，怎么回事？会聋了啊？你干嘛睡在这个地方啊？不去看医生？慢一点，爸，慢。那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爸，我真的听不到，你不要骂我，你骂我赶羚羊干嘛呢？谁骂你赶羚羊啊？我说你为什么？看清楚，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为什么不去赶羚羊？来，什么好？我也没有骂你。哎呦，真是，坐。啊！写给你看啊！对，看，对，写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哦，看医生，对，看医生啊，讲清楚，赶羚羊了，没有，不用看，晶晶说我是坐飞机耳膜受伤，睡到下午五点就会好，耳朵聋不去看医生就会好，啊，放屁，啊，爸，你太过分了吧，我真的聋，你骂我的逼，你说什么？走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干嘛吧？去，走。什么？你说？奇怪，阿弟阿耀文，那突然间在唱伊人啊？哦，要叫你笑脸的哦。啊，那真正哦，爱你爱缠上手册，一世人捡到。哇，人生要路长呢，还是变哪啦？那地瓜你嘛真害，啊，带去看一个医生，爱看两点外钟，爱看未转来，啊，什么状况未卡一下电话啦？亲爱的亮亮，求求你收下啦！如果你不收的话，就表示你不相信我是清白的，这样我会很难过哎。亮亮，我的小心肝，收下啦。好，看在你有准备礼物的份上，我勉强相信你。喂。哦，你们两个今麦是哪哪？现在是情人节还是圣诞节啊？才几月呢？干嘛收账啊？啊？没有啊，干妈，这个是要为他送给我的赔罪礼物。谁叫他之前哦，跟那个什么杀了那头猪的？不是啊，哎，你不是说你已经相信我了吗？我真的是被逼的嘛。好了没？这一点都不重要。你刚才啊，要闻臭鱼郎啊？被发现！你被发现了？这个你怎么这样？不是啊，干妈，今天早上我跟耀文哥打招呼，他都没理我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后来我想，我才知道原来他聋了，是这个意思啦。就是安尼啊。大伯母啊，那大堂哥现在怎么样？哇塞！然后恁那大伯啦，带去看，已经看几摆未转来。不对哦，大伯母，你怎么好像很关心大堂哥啊？喂，你莫有袂人讲话好无？我有可能去关心那个弟仔囝，你嘛帮帮忙呢。可是刚刚你的表情看起来就是有啊。我是在急讲哦，怎么到现在没有好消息，对不？哪里讲聋哑聋哑，这个聋跟哑是配一套的，对不？今年这么臭伊人啊，啊上好过来一个 A 告啊，对不对？锦上添花一下，再来个催眉，这不是很完美吗？我看接下来哈，我们住家啊就有清静的日子可以过了。不是啊，你这样也太狠了吧？哎，狠对别人是狠啦，对他刚刚好啦。
哎，他们回来了。你不坐一下？哎，你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大堂哥他现在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查不出原因啊。不过他是真的听不见的。嗯。你干嘛？大堂哥的耳朵，你有听到我在叫你？我的。哎。懒得理你，跟你讲，我心情不好，不要再弄。哎，不是啊，大堂哥。莫名其妙。好话没啦？哦，你实在是哦。哎，你什么时阵啊？你还有精神可以玩吗？阿达，你找一块医生现在是怎样啦？有没有医治的方法啦？就是没法子，我才担心啊。这内耳外耳都查不出问题，连医生都说束手无策，恐怕没救，我才绝望啊。啊？哪里啦？干爹干妈，你们放心啦，我相信哦，再过一个小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，耀文哥他一定就会好了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啦。不好笑。亮亮，诸葛亮，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嬉皮笑脸，对吗？这好歹啊，耀文给你住了二十几年，他现在变成残障人士，以后除了能停残障车位以外啊。他还能做什么？你现在在那边说风凉话，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不是啊，干爹，我是……哎呀，快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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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那你家赶够也不是办法啦。哎，我看啊，是不是哦？赶快送他去什么聋哑学校啊，帮他规划一下他的未来，啊？他都几岁了，还到什么聋哑学校去？而且再说到聋哑学校，他如果又考最后一名。哎呦，那这多没面子啊！这是不是？什么时阵啊？你来还了你面子？哎，徐耀文，徐耀文，把妹去，把妹。我啦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听不见啊！我说唔知，都讲到把妹了，他没反应，就是听不见了嘛。我可以再慢慢的哭，而不是谁强势而入。为什么是我？老天爷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么安静的世界根本就不适合我。我有得罪你吗？顶多我以前干流氓帮人家讨债而已嘛，有这么严重吗？而且我下定决心要变好人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为什么让我变成一个聋子？你回答我。哎呀，说不定你已经回答了，只是我听不见。我变成一个聋子了，以后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以后什么都听不见了，我还用得到手机吗？哎，来电可以转成震动。这样不就知道有谁打电话来了？可是接手机又怎么样？我又听不到对方讲什么。啊，接了也没用了。佳佳，我现在好想要听到你声音哦。现在什么也听不到，这种感觉好心酸，好绝望。
佳佳。佳佳，我知道你已经接手机了。那个，我现在什么都听不到哎。耀文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早知道我会变成一个聋子，当初就应该多打电话给你，多听听你的声音的。耀文，我该讲的我都讲完了，我只是好想让你知道，我现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好爱你哦。不知道你到底听不听得到？我要说的我都已经说了。再见。我不要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佳佳。啊？耀文回来了。对啊，他回来了。可是他刚刚电话里面，他好像出了什么事情了。我去看他，我马上回来啊。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请人帮你送过去。嗯。亮，我问你哦，耀文哥现在是不是还住在608？大姐，你该不会知道耀文哥的事情了吧？我跟你讲，我是在问你，耀文是不是还住在608？是。完蛋了，大姐火气这么大，如果他知道耀文哥的魔法怎么变的，我都死定了。自动解除。时间先生，时间太太，麻烦你们走快一点，千万不要让大姐知道是我施的魔法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！耀文，耀文！哎，佳佳，你怎么来了？耀文，我刚刚敲了好几次门呢，我喊你都没听到吗？完了，我真的什么都听不到。你到底怎么了啦？我刚刚接到你电话，你讲话好奇怪哦。耀文，你有什么事就说嘛，你说说我才可以帮你啊。啊？我聋了，我完全听不到你在讲什么，佳佳。你聋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又没有出意外，也没有生病，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聋了。你，啊，我忘了听不到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也找不到原因，他说我没救了。没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耀文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多找几个医……我忘记你听不到。不用了。我爸已经帮我报名那个聋哑学校，他说可以学一技之长，手语。耀文，你相信我，我会找几个医生帮你治好的，你不会一辈子都这样的。看起来佳佳还是很在乎朱耀文呢，甚至可能心内也是真爱。但这些要有想要让这弟仔囝跟佳佳结婚，我看是有点困难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很多很多个权威的医师来帮你治好的。看我这个样子，佳佳，算了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我跟朱耀武的公平竞争，我放弃。耀文，你放弃我没有关系，可是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放弃你自己好不好？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，哈！佳佳，我现在真的听，我现在真的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嘞？我真的回不神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说再讲一次，你刚说什么？我刚说叫你不要。我先讲。
个，对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啦，我们以前当兄弟的时候，你也抱过的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耳朵突然间就聋了，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了，好奇怪啊。你说不定是下了飞机之后啊，因为那个压力产生的耳鸣，然后衍生出那种暂时的听觉障碍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青青也跟我讲过同样的话。啊，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都聋了，谁会嫁给一个聋子啊？到时候就成为别人的负担。所以我还想说，为了你一辈子的幸福，叫你选择输药物的。可是现在，喂，喂，大堂哥，你是开声音还是震动啊？开声音呢？哇塞，亮亮未免也太神准了吧！他说你5点以后就听得到，我以为是假的，就没想到是真的哎。怎样？什么事吗？恭喜我啊！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啦。今天是佳佳姐生日，你一定忘记了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我是说今天是佳佳姐生日，那我们晚上有个庆生会，我们要一起去参加。那我跟大伯呢，最近一直联络不上你，所以我帮你准备了一份那个。5点了，所以我先出去一下。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哎呀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我是说，今天是佳佳姐生日，那我们晚上有个庆生会，我们要一起去参加。那我跟大伯呢，最近一直联络不上你，所以我帮你准备了一份那个。5点了，所以，我先出去一下。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哎呀。5点多嘞，佳佳也真是，刚不早点跟我说她今天生日啊？怎么办？我跟朱耀武公平竞争，现在是佳佳第一次过生日，好，我一定要送一个让佳佳感动到痛哭流涕的礼物，彻底打击朱耀武。对，我有主场优势，绝对不能漏气。他会愿意帮我吗？不管，先去再说。这样，像我跟你讲的，都懂了啊。文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明说好不好？我真的把债务都还清了，你不要再打我了，求你了。不是啦，阿佑，我就没有要打你的意思嘛，要讲几遍你才懂啊。所以你真的不是来讨债的？我是请你帮这个忙，快点啊，没有几个钟头了，很急啊。可是文哥，我实在没办法帮你啦。你看，我们公司的设备都在用。哎，我看你是他妈敬酒不是吃罚酒呢哦。骗人！你刚才说不会打人的。我没有要打你啊，没有啦，帮个忙啦，真的啦，我真的，你要不然这样，我以前讨债的事情算我错。我现在改了，我没有再做那些事了。我跟你道歉，好吧？你帮我，我求你，我给你跪了，好不好？文哥，求你了，帮我一下啦！文哥，你不要这样，快起来！没，你先答应我啦！你给我跪也没用啊！我真的没有空，真的没办法帮你啦。而且啊，是硬体公司那么多，找别人啊，拜托！哎哎，来，我现在没有多少时间，你帮个忙啦！靠，这怎么办？还不回来？可那电话通不通啊？这电话一直不通啊，一直转语音信箱，真不知道大堂哥在干嘛、啊。臭小子，不晓得在搞什么鬼吧？我看。
该是八成啊，想错过今天大好表现的机会，白白让人家占了便宜。哎，对了，大伯，其实不会，你忘了吗？我们有优比耶。哼，好，你看，还是姜是老的辣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谢谢谢谢。还好啊，大伯昨天把你那个原来要送给亮亮那个礼物给 A 下来，对不对？要不然，待会我们怎么出其不意亮出我们的礼物，让他们大家通通给吓死掉？哇！大家看这边。你们看我大女今天多漂亮，美吧？佳佳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！哇，真的是啊，化腐朽为神奇啊！哎，伯父，不要乱用成语吧？你的意思是我姐是腐朽啊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姐呢是块璞玉，经过我稍微雕琢了一下，现在应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，是不是啊？是啊是啊是啊，我就那个意思，你别那么计较吧。是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，真的惊为天人。喂，哇，好惊，准备好了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大家来吃饭啦！好漂亮哦！难怪人咧讲哦，你是三分姿色七分打扮了，哎呦，水当当咧。妈，那不好意思哦，今天还麻烦你下厨。哎呦，什么人家咧讲？哎，不是我在臭屁呢，我虽然平常哦没有在下厨哦，可是我的厨艺哦比大家好太多啦。而且今天是你生日啊，我为我们这个未来的准媳妇哦下厨是应该的。谢谢妈。好，那我们吃饭。等一下，这样啊，大家别急，我们等耀文回来，好不好？啊哈哈，哎，等耀文还没回来嘛，等他回来之后，大家一起来帮佳佳来庆生，那才符合那种氛围。嗯，对不对？对什么对啊？哎，今天他是主角吗？啊，而且他迟到的标新立异，没有诚意，没有诚意，我们为什么要等他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赶快来吃啦，阿妹 Linky 啊，好好吃哦！耶，阳阳阳阳阳阳啦！哦，好不上来哦！哦，拜托，这边好吃，专程做的，真的很香。哇，需要我你们臭小子到底要不要回来？这狗什么？什么？谢谢妈。快忍不住了！哎，你怎么还在啊？不是阿茂，真的啦，麻烦你帮个忙，要不了你多少时间啦，拜托啦。哎呦，文哥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是我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完了，先帮你的话，我会被老板炒鱿鱼的啦。哎呦，我快尿出来了，哎，你自己再想想办法。是啦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帮你。才吃饱饭，还没消化嘛，总要让那个肚子消化一下，有地方摆蛋糕再吃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还有，再说那个耀文还没回来，我们等耀文回来，大家一家子在那边吹蜡烛、切蛋糕，那氛围才对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嘛。嗯啊。哎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，不守信用了？这说要等的，这屁股还没坐热，你就在那边说要点蜡烛？哎，你真的莫名其妙嘞！刚刚没有等吗？没有等吗？你那家炉我们没有等吗？有没有等？有啊，有等啊。对吗？有。对，今嘛是伊家己无等啊。你说我们没有等，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明天？还是等到明年再来做生日啊？这是莫名其妙嘛你？没关系，
大家不要浪费时间。要这样子好了，你呢用你最深情、最感性、最有磁性的声音来表达你对佳佳满满的爱意。唱歌，唱歌，快！等一下，别开口，别开口，你那个声音太低沉了，我们跟不上你。啊，再说他一唱完，我们蛋糕也不想吃了。那还是我来唱好不好？啊，唱歌我专门的。好，唱，大家跟我一起唱。祝喂，给我要捉住那红红的太阳，让它只为你放光芒，表示我对你一片真情，像太阳一样。哎，爱情啊，爱情啊，像太阳。哇，好好，有人是怎样？要叫春啊，去别的地方叫啊啊叫，恰恰呐，哈！我告诉你，这首歌我听太多了，《太阳城》嘛，啊，张成功的酒馆就干变多起了。我刚刚唱的那个是祝福他们两个的爱情啊啊，这样子也不对吗？你没搞来这头，我告诉你，你那部什么八友太了解，你要拖时间嘛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哪个让我叫你出去哈？来。宝贝，你唱，你唱，你唱，来，你拿啊 ！One, two, one, two, three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因为有这一天，我们才能唱和。快点唱歌啊！快点！宝贝，我你一句，你赶紧说了，进来，你赶紧说了。天天相见。说不出蜜语甜言，对你的爱藏在心间。就在今天，就先祝福你，快快乐乐直到永远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也要用这个跟你一模一样的饼干盒，开始收集我们的回忆，把它装满，把它装的都满满的，就像你以前收集我的回忆一样。就他就是你的亲生爸爸。哎，朱耀武，叫爸爸。爸，我也是看那个朱耀武可怜兮兮的嘛，一直很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，所以我就……六姐，你为什么比大姐还要关心耀武哥啊？不会是你喜欢耀武哥吧？我应该跟朱耀武一样啊，即使被判死刑，也要努力上诉，勇敢捍卫我对朱耀武的爱，向他表达我永不放弃的决心呢。我。你喜欢朱耀武啊？你关老爷，这起让弟子重头斩。零七，有零九，有。我中奖了！关老爷，谢谢你，我这么高兴。原来这小廖阿伯就是三年母啊！你打算告诉你爸是不是？你听你老爸，我就听我老爸。哎，爸，等一下，我会有事情跟你说一下。那个小廖阿伯，走吧。不敢让专心的夜里，我有心累，被刺痛的感觉让眼睛又模糊。这谁的故事呢？故事里的你哪去了？试着再
熟悉的城市中不停不动，我被与你有关的消息狠狠击中，因为我们都等待，等待一样的未来，弥漫了我他的存在。的苦